Ya, bagi Bapak remote kipas bagus. Bagi Bapak seperti kipas. Ya.好像对师门的地形，我会查明真相。 幽魂族的战士不，现在。
大师兄，你这叛徒，我正费心费力的，还不承认？我带人下山巡逻之时，灵虚教便入，那灵虚教进攻之时，你刚好不在门派，又，哼，不愧是幽魂族人，实在是假。我从未进，不必再演戏。
叛徒，即是你。 都是因为你。 我早已告诫过。
小李，都哥哥，你不是我，我躲过平静收。小李，哥哥来接你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这男的？我要把小李。
我就知道你一定小李。哎呦，还真是兄妹，你放心。这么说，别掉以轻心，那只是一个大师兄呢？不见了，方才我太知人知面难知，没办法，你先我自己的事情。
燕！燕！将军，啊！
我感到远处出现了一座跳台。修理，这两下子还你笑什么？好，你好啊，苏叶锦。这声音
你是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哼，我就知道。你不也是凭借我的帮助才一路来到这？所以究竟是怎么？好，这一切的开始，当年我与黄，我的肉身因无法承受，为了复活你们幽魂族人，所以不错，黄浦云昭。十年之后，我知道你。那你为何？哈哈哈。现在看来，我让你接受是我的魂魄。好，放心。所有的杀戮皆因你而。教会你使用这种力量的。今天，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嗜血印中最残暴的招数。
Yeah!